大家好，今天给咱做一个韭菜蘸水面。这个梗都用不上了，还可以当菜吃。韭菜切小，韭菜里放一点点盐，这样弄出来我面是溜的。放上盐，现在把它再炸一下。这种和面跟一般和面不一样，不能先倒水，先把菜和面搅匀，再看能加多少水。因为这菜只有水分，水不能一次倒太多。这个面不能踩的过硬，稍微热一点都能行，过硬了不好吃。刚和实，小面20分钟，开始做汤吃。开水烫一下西红柿，10瓣蒜做成蒜泥，放上盐，有时候倒西红柿。放一点胡椒粉，一勺盐，热水，加些葱，葱花，蒜泥，汤汁做好了。老于，师傅呀，那个排骨蘸上，啊，那拿纸蘸上。